想要上去地表，为什么？就是找那个啊，苹果。哦，对，那先我们先来探索一下，先下面有岩浆。啊哈，那岩浆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捞岩浆桶。这边也有枯工了，好，还有蜘蛛。太多只了，小心哦！这边有，这边有黄金。好，等一下可以去打。我们会很需要岩浆桶跟水桶，基本上身上要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前面有 ID， 红队的，红队的，没事没事。哎、欸，队友、okay ，你有苹果吗 ？Blue Man， 哇，还有金苹果，谢谢，麻烦你留一个，留一个。哦，他哦，他好多，他好多，好厉害、啊。你有直接的 Apple 吗？哎、欸，小心啊，被打了，你管他。OK， 有 Creeper。举盾，举盾，举盾！是是，有枯光还在，好多只哦！后面后面也有枯光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为什么为什么？我先克了，我不管了。举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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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！哦，对对对，像这种有没有？我们都会喊，你就赶快举，先举着就对了。好 OK。对，你们有单纯的苹果吗？或者是橡木树苗？还有钻石，好，谢谢。有吗？树苗或苹果？没有。树苗哦，有有有。那我们等一下这里可以开阔。我有骨粉可以用。哦、oh, ，nice nice nice。那你刚刚的金苹果，你先吃了，先吃了。鹿先吃金苹果。好 ，OK。哎呦，这就是队友的力量。你小心哦，这里回派爆。OK， 哎呦，干掉干掉！哇、哦，好险！上面还有更多，先退。哇，苹果只有补两格哦。嗯，所以要很节省啊，要很节省。嗯哼，伙伴，我们把这里扩大一点，我们就可以来种了。哎呀，这里这里这里够大，这里够大。哎呦！露露，这里这里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做事。好。这边的铁都可以稍微挖一下。啊，队友资历真好啊！他还有钻石哎，十个。来来来来。耶！啊。上面那石斧、铁斧、铁斧要做出来了吗？啊，做做做！像我们现在铁就已经超级爆多了，对，你就、uh-huh. 就当有钱人好不好？我们这个铠子、铁镐、OK、铁斧都是用铁的，没有再用石制品的。现在所有食品扔掉。好，嗯，看到食品扔掉。嗯，行，先来扩大一下，这样才有办法种出我们的树。OK， 来啊！你有扔掉就跑回来了。你有骨粉，你可以来种种看啊。好，把骨头变成骨粉。有了，直接点吗？哦，对，哇！你一发就中了。哇，好多，我还没有放下来，我卡住了。你卡住了。对、啊，你被树叶卡住了，至少没扣血，没事没事。嗯，OK OK， 被树叶卡住的路，嗯，用这个用那个剪刀剪，几率会比较高吗？哦、剪刀好像不行啊，好像、啊、剪刀不会掉。对对，好像我记得好像不会掉。啊、嗯、哈、所以用手打就是了。对，基本上是先把那个、啊、木头都砍掉，只要下面木头砍掉，它就会自然掉落，那就可以去、okay. 先去做其他事情了。好，好，嗯、这边可以尽量烧烧烧铁。对了，你们有皮革或甘蔗吗？有的话，我们才可以。才可以做事啊！
有的话就放在那个箱子吧。哎呀，附近的铁都可以来挖。看来没有。咦、okay. ？还有吗？有甘蔗两个，看来要耕田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去捞。哇，好多、哦！很多什么？很多的那个树叶啊，所以要等它树叶全部都没了，再种新的树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再撒，因为它有可能会挡到。OK， 我先去捞岩浆。好。哎，小伙伴，你们有水桶吗？两个水。我有。不是要捞水的水桶，需要无限水源。你知道、水源可以用成无限水源，要两桶水，只要有两 桶就可以了。对，有两桶水，然后你挖个四个，就是二乘二，然后把水放下去，它就变成无限水源，就是你捞它都会在自动补。原来如此，这里就只有岩浆而已。你有一桶不够啊。不过你可以放出来啊，我们可以种那个啊，种甘蔗，甘蔗还少。喂，哦，会会，我们的未来就靠这个了。哎呦，后面居然有个小僵尸！哎呦，解决！哦、上面啊，上面有洞。哦，我又卡住了。你又卡住了，你怎么一直卡住？救我！感谢。至少只要你不是站在树苗上，就不会出事啊、uh-huh. 好。Uh-huh. 对，那个叶子是不会戳到人的，就它长出来的瞬间。OK。嗯。哦，这边怪阵超多的。上面有洞啦，所以一直会掉下来，太大了。Uh-huh.没的。哦哟！他被杜宇打死了。雷、欸！真的耶！雷！本日雷王。嗯。像我跟你讲，杜宇他会挖出他的伙伴，所以可能就一大群杜宇。嗯。哎，他尸体在我旁边。就他就死在我们旁边了，哇！哇！我们旁边的小伙伴挂了，好可怕哦！所以小心哦，我们这里的那个都有可能哦，嗯，都有可能会有杜宇哦。OK， 太霸气了！哎呀，打人打人了！哇哇哇！各种打起来。哇，嗯，没事没事。岩浆里游泳，就被可能是被烧啦。我们要相信他应该是被对方烧了。啊哈！伙伴，我觉得我们会被倒岩浆哈。哦，又怪！不行啊，这真的我要一定要去堵，把上面堵掉。哇！哦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！哎呦，上面的都堵了，不会再空降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地表捞水，而且还有皮革。好，没有，是跟我们的小伙伴讲。哎呀，哎呦，他在往上挖了。就靠你了，我们的收集资源队长，我们就在这里就可以了。是吗？没有，我们在这里就可以。哎，为什么甘蔗少一个？谁把甘蔗拿走了？你有拿到吗？身上看一下。为什么？我有，种回去吗？对对对对，可能不小心刚打到他。嗯。所以现在有骨粉的话，是要撒甘蔗吗？哦，甘蔗没办法撒。对，那个是如果有观众有人跟你这样讲，就跟他讲的是手机版，我们是电脑版。
哦，手机版才可以。哎、欸，有皮革帽哎、欸，没有用，僵尸给了，僵尸给了。多东西哦。哎、欸，我们还有骨粉啊，箱子有骨粉你拿，交给你去撒了。我觉得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你了。好，在哪里啊？箱子，箱子，这边有个大箱子，有没有？右下角。Oh, OK。骨粉，好、哦，看到了。那这边再放一个。OK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脸好黑，完全长不起来。变黑了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应该撒撒我们这里的好了，那边盖起来了，我就把它堵起来，我就把它打掉，有可能挡到了啊。哦，那撒之后完全都没有用。你干嘛挡啊？这边。哦。哦哟，又上岸了，大家都凶巴巴。来来来，可能刚上面挡到啊。Uh-huh, 中心中心的那颗比较好。OK。那长大，它就真的是长得很高，就很烦，所以你就要、uh-huh. 真的是要空很大很大的范围给它。所以挡住它就不会长上下来。嗯。哦、oh, ，原来如此。那你身上也可以捞几桶岩浆啊 ？OK， 做水桶吗？我有捞一桶，有多捞几桶、嗯。基本上这种都是至少要两桶或三桶。嗯、OK， 有的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刚刚那个树到现在都还没有苹果，好像没有，我也没有，这么惨。哎、欸，我有一个，我一个。哎呦，好好好。Okay.金苹果要怎么做？金苹果中间放苹果，四面放黄金，所以要有八个金锭。哦，好。对，我没有金锭。那你给我帮你做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我做一个看看。好。等早上再上去。哦、好。有了，我有个金苹果了。十滴血，可以先扣着啊。有洞窟或什么的话，就马上。马上吃，好 ，OK， 哎、欸，乖，金锭我身上也还有，好，现在是白天呢、啊，现在是白天啊，伙伴，53呢、啊，白天，对，录像判断白天晚上啊，因为我们右边不是有时间吗？uh-huh. 有显示时间嘛？那嗯。奇数的话就是白天，偶数是晚上，因为想第一天是白天嘛，十分钟，嗯，每十分钟就是会日夜交替，十分钟变晚上，哎、欸，二十，哎，十，啊，奇数，奇数是晚上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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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奇数是晚，所以现在是晚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好，对不起，我是笨蛋。我还是想要上去，我们这边很靠水。嗯哼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有经过水流啊、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OK。这边在偷捞水，偷水贼。哦，有了。偷水贼。有有有，我偷水偷水偷水回来了，外面还在下雨。偷水贼，我也会偷水。噔噔噔噔噔，有有有，伙伴无限水源有啦！噜噜噜，你过来看这个水源，
好，这样也是无限水源。那这种就是要只能捞中间的，你捞左跟右的就会没，就是要捞中间，中间就是无限水源。你可以，那可以再多挖一个让它变成，也可以啊，但就一样啊，也是要捞中间啦、啊。你最左右的不行捞。哦，好好。你就身上也是带个两个水桶，尤其是水桶一定要在身上的快捷键要有。啊哈。你就是随时可以切换到水桶，因为你要想有时候自己巴西不想掉到岩浆啊，或是遇到敌人突袭他放你岩浆，你就要马上对自己放水桶。好。对。